好，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的朱茵小火车要玩什么呢？我们要把朱茵小火车的火车头跟飞机头呢，找到的是吱、滋、吃、呲、诗和思。好，为了方便老师先找出来，跟我说狮子、狮子、诗诗诗。丝瓜，丝瓜，丝丝丝。吃饭，吃饭，吃吃吃。草莓，草莓，呲呲呲。蜘蛛，蜘蛛，吱吱吱。嘴巴，嘴巴，滋滋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玩的是吱吃吃，滋滋滋。它呢不能跟一和一拼。因为本来知吃是就有了这个一音，它可以跟很多黄色的，还有很多蓝色的可以拼，所以请你找到之后呢，开始注音小火车啦。知啊招，找找照，找到，我找到，我找到玩具，你就可以怎么样呢？拿一张纸出来。在旁边呢，写上知、凹、找、知、凹、找，对吗？再写知、凹、找、的、凹、到，再写一个句子，我找到。玩具，然后很高兴，我就可以写个感叹号。你看看，我会写字，我会写词，我会写句，会吗？你呢？可以试一试呢，可以抄，可以至少呢有三个音、三个词跟三句话。好，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玩。摘、摘、摘、摘，会吗？猪。煮煮住，小猪煮饭，住在哪里？你看，你就可以一直这么往下玩。我们再来换一个试试看，好吗？我们来换一个吃吧，好，换一个吃吧，太简单了。吃凹操草草草，你可以小手把音调写一写，好不好？吃吃哎猜。采采菜，这个叫什么？采是不是？刺猬吹，锤锤脆，会不会？出出出醋，你就可以玩知吃思和知吃诗和滋呲思的游戏。好，相信小朋友应该都会了吧？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